其实你这样子拿起来看一下，它是比较滑顺一些些的哈。很好吃耶，它水饺就很大颗，然后里面的肉碎啊都很够味的。这个是软壳蟹 pasta， 很香耶。对，哎呦，这里的美食都香气十足，还热腾腾的。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滋补啊，那个颜色也是很漂亮，而且很香。那个对你鸡精的浓汤的味道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点，婆家开餐喽。